我想一定是传统的中国舞了，民族民间舞或者是古典舞，这个是入门的条件。我想这个就是因为这里是香港舞蹈团呢，大家都知道香港舞蹈团是以跳中国舞为主的，那当中国舞的这个范畴是很广的，它包括各种不同的民族民间舞啦，还有一些传统的古典舞啦，那我想这个都是对于舞蹈的训练来讲是都是非常重要的。而大家知道舞蹈的这个种类也很多，有芭蕾舞啊，有现代舞啊，所以我们是比较注重传统训练的这种舞蹈。对这个问题，我觉得你问的也很好，它一定是一种相互影响的一种关系。我想作为香港舞蹈团来讲，它为什么叫香港舞蹈团，它一定是跟香港这个社会或者是香港这个城市是息息相关的。那大家知道提起香港，大家都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开放的一个国际大都市。但是不要忘了，它是一个非常东方非常典雅的这么一个地方，它不是西方的。所以这一点上来讲呢，我觉得香港舞蹈团的存在对于香港这个社会上来讲，从舞蹈的角度来说，它就是起到了这么一种作用，它让大家见到在舞蹈文化的方面传统舞蹈的一种价值一种存在的一种意义了。那反过来说，我觉得香港这个开放的这么一种城市对于香港舞蹈团来说也是给予了一个非常非常很多丰富的养分的这么一个地方，尤其我们在创作做表演的时候我想这种相互影响的关系也是为什么香港这个城市能够有香港舞蹈团生存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吧。开放和自由了，我觉得然后一种包容吧，一种其实和香港这个城市是息息相关的。有时候我经常在谈论香港舞蹈团的时候，我说着说着就说到香港这个城市了，所以我觉得就跟香港这个城市跟这个社会跟这个环境是很相像的它的这种中西文化的这种搭配，这种包容，这种相互影响，其实和香港舞蹈团的这个艺术发展其实是很相似的。我当然是从我自己出发了，因为我想创作一定是非常个人的一些感受那跟环境很有关系了。我想我来到香港生活了将近20年，我想在我成长的这段经历里边，香港这个环境包括我认识的朋友，包括我发生的一些事情，我觉得都是我创作的这些灵感来源之一而且最重要的一点，虽然我不一定是在讲一些很当代的事情，当下的事情，可能因为香港舞蹈团创作的有很多时候我们都是改编一些传说改编一些故事民间的但是因为我是在香港，所以我对这些故事对这些传说的那个感受是很不一样的，所以我仍然把它归结成是一个我个人的一种感受。这一点其实也是我经常去思考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创作是一种非常个人的你可能会喜欢一些新鲜的东西，或者是说试一些没有发生过的。而对于传统文化保育或者是说传承这一块呢，又是需要去很认真的去学习你不是随意去改变的。我觉得二者表面上是矛盾的但我觉得其实对于双方来讲其实没有坏处。你哪怕你是希望作为一个创新的，或者是只是希望自己个人表达一些个人的，不喜欢去做那些人家跳过的，其实你只要认真的去学过看过。我们为什么要去历史博物馆去参观那些文物或者是什么，其实就是为了丰富你的一个内心，然后你才会有一种很个人的表达的嘛。我想人生下来都是一张白纸，
啊，你通过不停的吸收，见一些人，发生一些事情，我觉得这个都不够的。我们为什么要教育？为什么要学习？哈，因为在从事最自由的这种啊表演和创作当中，我们其实也是需要大量的学习的。所以我从来都觉得这种保育和这种保存我们的这种传统文化啊，从舞蹈的角度来讲，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比较难的，我觉得，因为传统就意味着你要学习啊，你必须要经过长时间的训练，你才能够掌握啊对传统，而不是说我只是表达我自己。啊，我喜欢怎么跳就怎么跳。其实，这一部分在传统的舞蹈里边来讲，其实是不推崇的。而对于传统，你如果要面对传统的话，我觉得你首先要有一种学习的态度。而这个学习实际上就不是说而已，你要花大量的时间。所以，对于你刚才那个问题，我觉得啊是不容易。我觉得小朋友学中国舞，先不要想怎么教，要先想想他为什么要学。哈，学芭蕾舞，应该就是觉得要培养他的一种很典雅、很尊贵哈，或者很高贵的一种气质哈。我们经常都是说的哈。那中国舞是什么呢？我觉得中国舞其实就是了解我们自己，了解我们从哪里来。啊，因为你这么说小朋友不懂的，你通过音乐啊，因为我觉得中国舞的特点是包含在方方面面的，在音乐里边啊，你刚才说到的道具就非常有趣啊。你比如说啊，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中国人经常喜欢用扇子啊，那扇子实际上也是中国舞蹈经常运用的一个道具。那我觉得对于小朋友来讲啊，应该要让他知道好玩。我觉得小朋友一定要任何事情都要让他觉得好玩才能够继续下去，如果不好玩他就会扔到一边去了。所以说让他怎么样觉得手里边的这个道具，不一定是扇子了哈，或者是其他的东西，一定要觉得好玩啊。其实我觉得这也是舞蹈的开始，舞蹈一定要开心，一定要觉得有趣啊。我觉得刚才说到了，我对教学没有太多的经验，但是我自己个人的总结就是说一定要引起他的一个兴趣啊。那对于教中国舞，我觉得从事这一行的老师或者什么一定都会知道，就是说我们是在教一种文化的东西啊，一种通过舞蹈认识我们自己，认识我们的一种因为它会牵扯方方面面了啊。因为其实小朋友的舞蹈坦白讲他能动起来就好了，我们不会要求那么严格说一定要跳成什么样啊。而更重要的是你要让他感受到什么，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